女朋友生气的时候，给她来一口甜甜的橘子果冻，她就又是你的小可爱啦。一杯清水加几颗冰糖和白凉粉煮沸，关火后加入橘子瓣搅匀，倒进碗里或者餐盒里冷却到凝固，再用纯橘子汁和白凉粉煮沸，稍微放凉后倒进刚才的橘子果冻里，冷却成型就是高颜值的橘子果冻啦。咬一口 QQ 弹冰冰凉的，入口即化。还要来一杯橘子季必喝的古茗手剥粒粒大橘，听说古茗的员工剥橘子要剥崩溃了，每一口都能嚼到鲜甜爆汁的爬爬干果粒，还有清香的茉莉花茶和西西冻，真材实料，太感人了。新的一年一起大橘大利啊。